当时是小学大概十几岁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学中国传统文化，我是跟了一个导师，他是刘海粟的弟子，然后他是那个香港中文大学的导师，然后传统的私塾的那种方式在他那边学习，然后首先开始学的是从书法开始，然后临了很多碑帖啊，他也就收过一个学生，因为他本身是自己也是一个就是古玩的收藏家嘛，然后我在他那边还能另外一个好处还能看到很多那种古董，就是比如说从玉器啊到瓷器啊，他有很多，就是而且是家里边随处放的，因为中国文化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氛围一个气息，然后你如果是从就是练习啊，或者是你从事这个东西的话，你会进入这一种特殊的一种氛围，然后现实生活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一直要维持到差不多要读大学，因为读大学之后我就到上海了，就没有继续下去，因为就没办法去再用这种方式去学习了嘛。这样的经历可能会和其他的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东西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因为可能就是这种文化的感受力就比较强一点，或者比较贴切一点。从高中开始嘛，就是学的是实用美术，就是平面设计，然后大学依然是读的视觉传达这个专业，所以那么大学的课程里面是很多都是让你接触的都是现代的一种科技，就是艺术上面的科技，然后比如说摄影啊，然后摄像啊，或者是一些软件啊，一些计算机图形的一些软件啊，所以说就很自然的我会去思考，就是哎，可以把它们就是融合在一起，这样来创作。选专业的时候完全也不是完全我的意愿，可能也有家里的意思啊，就是说选一个实用的就是技术可能会以后找工作可以方便一点啊，因为如果你真的是笔直的走下去，比如说就是学传统中国画，可能我到现在还在用毛笔，它不会有另外一种学科的一种介入。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未必是一种坏事，就是最早开始创作这个类型的作品，其实是在2005年到2006年最初的一个系列的作品，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就是粗一点，因为那个时候是实验性的嘛，然后也不清楚自己到底能够做到怎么细致的一个程度。当初的想法还是希望让别人觉得，哎，远看就是完全一个，或者说你可以是误认是一件山水画作品，但是仔细看的话，它还会有很多的细节。这样，我希望有些地方可以突破，就是可以在画面上刻意破的地方，就是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觉得画面做的太过于怎么说精致，过于精致，过于那样的话，可能会缺乏一种力量的感觉。举个例子，你看古罗马的建筑，它是一种也是一种繁复的一种比较就是繁琐，但是它是古典主义的。但是你去看法国的建筑，因为法国就是太过于奢华，过于精细，过于那种精致，而且它修建的太好了，反而你没有这种感觉。但是你去看古罗马的时候，你就很有一种力量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其实一样，应该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应该两方面都有吧，因为我觉得你要让一种完全对立的东西去和谐的放在一个一个画面当中，我觉得这个难度是比较高的。如果一个原本就是对立的东西，你让它还是很生硬的很对立的放在画面当中，这个就完全没有任何难度。所以我当然是想寻求一种，就是我来构建一种我的系统，去让它把一些完全矛盾的东西放在一起，去这样我觉得是更加有意思一点。在我的作品当中，其实是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说是个矛盾，它不管于来自于一种平静与冲突，或者是一种过去与现在，就是环境和我们的城市，就是它在我的作品当中会交织着好几组的矛盾体在里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作品的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像我这种人，就是其实城市里面有很多像我类似的想法的，就是那其实是很希望有一个可以回到宋代，回到古代的一种享受，一种田园的一种感觉，但是你又无法摆脱你当下的一些就是城市给你带来的一些便利性，
一些就是可以享受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现代人就是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面在生活。我觉得因为中国现在目前的就是整个我们的社会的生活方式嘛，已经不是古代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我们现在所平时在使用的一些哲学体系已经是西方的一种哲学体系，西方的价值观。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考虑说用中国的文化去放到一个相对来说是西方的一个价值体系的一个当代艺术的这样一个语境去创作。比如说你是模仿西方的一个艺术，那我觉得这个就毫无价值。只有通过我们现在的这种方式挖掘古代，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你挖掘的深，你是还是能找到很多养分，就相对于西方的艺术来说是没有的一些东西，而且是一个民族独特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才是更应该去做的，不管是从艺术价值好，还从你的历史价值来说也好。